快乐。最主要是轻松一下。哦。很久没有来高雄下次有机会把它拿下，然后后面还要继续。
参加 L02、L03 柴油汽车季 D35H22019 每斗车捐赠典礼。我是今天的司仪怡杰。在活动开始前，容我向大家介绍，每个出道拿到纪念票。纪念票，而纪念票背后有一个特殊的设计。大家可以把纪念票打开，背后是用镭射雕刻的今天三辆车的主角。的柜台备有压日机，会后可以亲手压上今天的日期。那我们欢迎今天的与会贵宾。首先，让我们介绍高雄港站老站长，现为台铁捷南区协调中心主任陈文川主任。中华民国陆军郭立春少将，我们大家都认识郭立师傅的儿子。退休司机员翁信昭先生，中华民国海军邓志忠上校，光阳级铁工有限公司欧仲轩总经理。中华民国铁道文化协会余秋林会长，刘佑维副会长，旧岛狗驿故事馆前馆长陈建祖先生，社团法人台湾交通文化资产保存学会古廷威理事长，日本知名铁道作家白川准先生 Mr. Shirakawa 长，高雄市文化局代表欧阳慧珍女士，国二营运中心代表林耿德先生，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代表叶继贤先生，高雄中学铁道社许登阳社长，中兴大学交通地理研究社潘伯成前社长，淡江大学铁道社苏玉颖副社长以及梁明祥执行秘书。热烈掌声欢迎捐赠单位代表、社团法人中华民国铁道文化协会余秋林会长为我们致辞。好，谢谢你们的参与哈，非常的高兴，说来参加这样一个盛会哈。其实虽然心里有点不舍，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说，在这种。感觉上就是说是一种传承啊、那也是一种这个让我看到这个车子，我就特别会想起郭跃玉老师。郭跃玉老师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当天我接任这个铁道协会的会长的当时，就接到郭老师他离开我们的面试，所以我接到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时候，我走到外面去，我对着天讲，说郭老师，你要我接这个责任吗？我觉得非常的重的责任，但是呢，也很高兴，我们台湾铁路嘛，到136年来，有这么多的一个历史，有这么多的文化。那有更多这么在座的一些人帮忙台湾铁路在发挥它的一些历程、一些文化，在此先感谢大家。那也谢谢今天办这个活动的一些工作人员。那当然，这所有的事情虽然是说是我们交给这个
怎么讲呢？打宝。但是呢，这就是一种传承，我的感觉，这是一种传承，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台湾就是台湾铁路呢，就是有一个这样很好的一个文化，就是接下来一段一段一段下去。那非常感谢这个今天的这个万大楼，谢谢，谢谢，谢谢。吴会长的致辞，现在欢迎受证单位代表、社团法人台湾交通文化资产保存学会古亭辉理事长为我们述职说话。谢谢，谢谢吴会长，谢谢川总，我在这边做见证是最佳的见证，见证。那我想这个是一个蛮沉重的责任，我也是一直想到郭老师，因为可能在座都知道。我们这边第一批被训练出来的职工都是郭老师的学生，然后其实我们过去一年来花了非常多时间整理轨道，然后我们自己台湾交通文化资产保存学会也投入大约超过300,000元的经费在处理轨道的部分，但其中大概有200,000是感谢好几位朋友，包括在座几位朋友，都有一起来赞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当年我也还在协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跟市政府争取过的这个古栈道，也终于在今年初正式的打通了。那其实我一直很想要跟郭老师报告说，哎，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子的进展，没有想到突然没有机会。对，但是也很高兴今天，这个车子。是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但是我想其实这次都还是一直在这个地方，我们欢迎随时，我们不只欢迎，我们也需要过去关心这台车子的朋友继续出钱出力，真的是其实这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所以今天也很感谢大家来到这个现场，那我真的也谢谢川总，谢谢主任来到这个地方因为大家可能，大家不要小看我们前站长，他常常在这附近巡视，然后都会跟我说：“哎，哪里铁轨好像歪歪了。”有一些地方可能要修，都其实站长都有告诉我，我们压力都蛮大的。对，谢谢川总一直以来给我们很多的支持，然后也谢谢郭将军兼莅临现场。那因为我想。我们这个地方受到郭老师非常非常多的帮助。上次郭老师来到这边，是我们的屋顶整修完成的时候，重新开幕的时候，我有请他来当特别来宾做重新开幕，很想要让他看这个平交道了。但我相信他也看得到。那今天坦白说，我们车子果然又闹脾气，把他空压机出了问题，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实际的吊车运转给大家看，本来要穿过那个平交道，但是我们今天在下午3:30的时候会开另外一个编组，载大家有兴趣的朋友，我们一起到北投自荣，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导览的活动，可以实际我们现在不太好做，只有手车可以做，或者是吊车机那不嫌弃的话，一起来参加这个部分。那再次谢谢铁道文化协会的朋友来到现场，那今天还有很多铁道社团的同学一起来，以及我们旧大国故事馆的志工团队，非常今天动员非常非常多人，那也幸好暑假还没有完全的结束，所以才有办法动员到这么多人。那其实我们这一些朋友过去付出非常非常多，在火车的保养，在路线的整理上面。可能大家也看过我们好一天到晚都在挖土然后等等的其实花费了非常非常多的劳力因为或许我们本身金钱没有那么的充足但大家就付出劳力就是为了希望高雄港火车站可以恢复它更接近以前它的荣光的样子所以今天也谢谢余会长带领的铁道文化协会的朋友来到现场一起来见证这样子历史的一刻那不是说活动结束之后就结束了，刚刚说的，希望大家持续关心这个地方，我们谢谢前馆长。
一当了馆长之后就跑不掉了，以后都是有这样子的责任。好，那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到旧版国乐故事馆来参加今天的活动，谢谢。捐赠的这三辆车是旧达狗一故事馆陈建筑前馆长在任时期抵达馆内的，现在我们邀请陈前馆长来为大家进行车辆的介绍。大家好，我是陈建筑，也是这个达狗一达狗一故事馆，之前叫达狗铁道故事馆，是第二任馆长。就是当时这三辆车在台电时期，他们捐给铁道文化协会的时候的一个 slogan， 它是一个所谓的嫁女儿的心态。那我们这辆车呢，其实是已经快被宣布死刑的时候，由我们的前辈谢明勋前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台师大的洪志文教授，还有现在铁道博物馆的筹备处主任郑明章主任，这三位前辈，他们到台电的这个公关组这边跟台电要了这三部车，所以故事是从这边来的。下一张，来，那稍微介绍一下这三辆车的一些历史就是我们后面这个台电编号 L02 的这个梅列的吊车机这一部它是在1980年是由日立公司制造。它第一手呢是前面这两张苏高旭老师拍的这一个中油的吊车机，然后呢接下来呢它在1993年的时候它就卖给台电公司作为林口电厂的吊车机。那左下角这一张经典照就是当台电的 R20 的这个柴油的这个柴油那个机车把这个梅列拖到这个林口电厂的时候，它摘掉以后就由它来担任把这一个梅列放到拖进去他们的那个卸煤厂里面做卸煤动作，卸煤完以后它再把它推出来，由这辆 R20 的这个机关车拖回去那个台中，台中因为煤是从台中的龙井煤厂过来的。那这辆车右下角这个就是当时在2014年的3月7号，我们已经取得了这辆车的这个所有权的时候，这辆车已经挂了红彩带，自己独立的牵着后面的这一个煤斗车，就后面这辆2019的煤斗车，自己就是牵到外面来，准备做甲种运输，运到我们这个大埔故事馆。好，那这个是这辆车后面这辆车的三四组我就是从我们的那个前辈C15前辈这边要得到，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第二辆车是在我这个方向，看得到吗？这辆车就是由德国的修马公司它所制造的这个机关，我们叫机关车，复合式吊动机，它很特别它的那个引擎有前后两个，所以它是可以拆开来的。但是它运作的时候一定要是连在一起。修马公司做了这一个CFL350DL 系统，这很长的 BB 型就是前后两组动轮的这个机关车。那它刚开始是这个是它的定妆照1986年做好的时候拍的定妆照。接着下来，因为它使用上就是可能不太好使用所以就是渐渐被遗弃在这个龙井煤厂。那一直到后面这个来到我们打狗这边，成为我们静态展示的一个机关车。那最后就是我们这一个35PH 2209，为什么叫35？它是35吨空重35吨的这一个煤斗车它总共生产了89辆。那这是专属于这一个台电公司的专属车辆台电公司花了钱请那个台铁来设计，然后呢，这是89辆，就是专门用来做在龙井煤厂到林口电厂之间的煤炭运输的这一个专用列车那这辆车其实很特别，就是它有一个TPC 的字样 ，High Power Company 的这个简写在这车子的车身。就这辆车很明显就看得出来是台电，很少人有看到它内部的结构这是当时我在做维修的时候爬上去做内部的这个拍摄，也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那
接下来我就稍微介绍一下这三辆车在整个运输过程中哈，它是怎么运输的哈。因为每辆车都没有办法直接哦自力运转到这里来，所以我们是用路上甲种运输的方式把这三辆车拆开来，拆开来是拆掉这一个L3的这辆机关车哦，它你看前后面就拆掉了，然后在三月七号当天零三七号运下来哦，分别从林口跟台中运下来，然后三月八号，这是三月八号早上清晨的样子。接下来我们按照它排列的顺序哈，从这一个每斗车，它是最里面的放在最里面到开始，它就进来。当时还有一辆国光号的车子放在我们这个运输办公室的旁边哦，这是一个历史画面。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一个机关车的车头的部分，第二辆是应该是它的那个后面的这个后盾的部分，接下来是机关车的车头部分，最后才是我们后面这一辆哦。那个先命名 D3 的这辆车子哈，定位到我们 D5 的轨道来，那它定位完以后，这整个这个运输工作就结束了哈。然后呢，接下来一个多月以后哈，4月19号，由台电公司跟铁道文化学会一起来在这个月台上举办这一个赠车仪式哈，由当时台电公司董事长黄仲九先生哈亲自领军台电的一级主管干部哈一起来这一个会场。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哈，前立法委那个管妈啊，管碧玲管妈，她也在后面促成这件事情哈，所以一并感谢。那当天嘛，我们就是有她的 slogan 是纪念也是感谢啊，他们我们当时也是跟台电公司的人员讲说，你们台电人员只要哦来到我们桃打狗哦这边，就可以看到你们的车辆还生生不息的运转着。这是我们给他的一个承诺。那当天也有是一个餐序哈，那郭老师也是站在这边看着，任前会长还有跟黄前董事长他们在那边聊天哦，他也是非常愉快的看着他们在聊。好，那当天也是做了一些拍照仪式。那右手边好，这就是当天我们做的这一个纪念品，有一个便当盒，上面就是有这辆车的 logo， 那一些磁铁等等这些哈，就是这些东西。然后。接下来，他在617的这个他们台电月刊也特别的用专栏的方式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报道，报道这整辆车子从台中哈，他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台中电厂也是依依不舍的重新把它涂装完以后，然后送出来这样。然后呢，接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后面这辆 D3 车子它的一个再次的运转，我们叫做这个文化资产的一个活化运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哈。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郭老师当时就跟我讲，建筑啊，你的麻烦，你的灾难来了。我一听到好啊，我的灾难是什么？我的灾难就是这个车子是个大的前坑嘛。他来的时候呢，台电绝对不会跟你讲我这个车子生了什么病。然后我接了以后呢，我发现他的病态还是不少，包括他的警钟不会亮，不会响哦，警钟在前面，包括他里面的所有的这一些零件里面多多少少管线破洞等等啊，不一样哦。接车的以后呢，我们在座的翁信昭这个前辈哦，他也是来看过以后，他也摇头，哦，这台子就大了，那所以呢，不好意思，我就是想办法找钱。找那个文化资产局，来写计划来要一些。最重要就是郭老师他不辞辛劳，从宜兰一早搭着台铁的这个列车，来到我们这边。我都还没有开馆呢，老师就站在外面等着我们，我真是很不好意思。然后老师来以后呢，教了我们这些小朋友这边的这些基本常识、吊车常识等等以后，他又不辞辛劳的。我要买一张高铁票让他坐，他说不要，我有荣誉乘车证哦，你唔通买迄个高铁我坐吼，我是荣誉乘车证，我有坐车我也是坐的。你看，郭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我非常感念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精神。OK， 行经到此哈，这一张照片是我从后面的海关大楼，当时那个新闻都还没进来，非常干净的一个场域的照片。当时我就在想说，我们的车子是不是可以在前面后后来做一个运转，来做一个实际上带给喜爱铁道的人，或者是对铁道有关心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体验的。现在我们达到了，
吴廷辉馆长、吴廷辉会长，他已经帮我们实现了这部分的一个理想。那最后我也是，秀善老师的一个经典的名言：为铁道事业承前启后，为铁道文化薪火相传。我觉得这一句话就是我现在对铁道文化的一个理念，也是老师的作用。希望我能分享给在座的各位，谢谢。老师也来到现场。盒子里面装的是 L 零二的逆转机，把手。到立一下，立一下，立一下，对，立一下，立一下，立一下。立线交接啊！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接交接，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由中华民国铁道文化协会余秋林会长将逆转机把手交到台湾交通文化资产保存学会国际会理事长手上。他不是兼交哦，哎，对，交给他了，对。哎，对，非常开心。好，然后再把它交给。然后我们由国际会理事长将逆转机把手交给旧达国义故事馆志工团队黄博祥志工长。拿起来，对。请志工长将，请志工长将逆转机把手递到 L 零二驾驶室。开车喽，开车喽！对。列车总共经历过四代的车主，旧达国义志工团队特别制作履历牌，安装在驾驶室。我们现在请郑玉浩志工长带着履历牌上台合影留念。好，我们现在请这个履历牌之后要安装在驾驶室内。郭信昭先生上台。郭信昭先生是我们铁道文化协会理事，未来将担任达国义铁道故事馆志工团队的运转课程教练，请古廷伟理事长上台颁发证书。感谢。今天我听到我出牌，今天是小月。他来做哪集啊？保养维修课程的蔡志毅先生，现为铁道文化协会会员，目前在长荣航太担任第一线飞机修复工作，过去曾在卡特彼勒维修挖土机及推土机的柴油引擎，也就是 L 零三的头型引擎。蔡先生今天不客出席，请余秋林会长代为接受聘书。请台上贵宾先留步。台下贵宾，我们请上台。对，来，谢谢市长。都可以，来右边，好了吗？好，谢谢。
到这边结束。加油加油！各位朋友，我们在我们的提交资料室也准备一些。